那我也得玩右的，那这把。红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怎么是个包女大爷？英雄联盟都糊了，别急啊，先不动，一会儿就好了，一会儿就好了，一会儿就好了，不着急。是这样的，全军出击，等一会儿就好了。现在是6点钟，我已经是全速前进了。他一下平 A 加不灭，牛逼！一击刚诺手，那他扛兵，我肯定要干他呀！而且他又没有点烟，对不对？没事儿，没打过就没打过，下边再说。是。再跟我打呗！哎，这个 Q 怎么能回上血了呢？这 Q 怎么回的血呀？这也没进外圈啊，这怎么回的血呢？我已经是全速前进了。我在外圈吗？我肯定没在外圈。你不信你可以回放一下，我已经看了一眼，我就是没在外圈，但是他却回血了，我觉得这波有问题。兄弟们，我又输了。我就知道他要 Q 闪，这个落手啊，有点东西，但东西不多。我要认真。
刚我看到有个人说石头人打不过落手，头一回见。我一寻思，那石头人也不好打落手吧。啊，我一寻思石头人打落手也不是很好打吧。石头人打落手打不过，怎么能头一回见呢？六了，我已经是全速前进了。这他要无敌了，我不能再死了。啊哈！我决定采取塔下战神打法。好，鲨鱼一鱼两次，我来了，我叫致命点人，乃是佛爷哥，不应该给个问号，应该给个赞。这首佛爷哥给我们让人头非常重要啊，非常重要。洛克很开心，拉倒吧，他能杀我一回再说吧。嗯，他从现在开始，他再能杀我一回，他再说吧。这红打了，不行！哎，这个逼他妈等了这么长时间吗？我操！就一直打，真行，真是行事儿。哎，就一直打。嗯，他先能杀我一回再说吧。他我已经是全速前进了。这佛爷哥没在下，不是没在下，没在上。他要是想打这个红，我拦不住他，我先把红打了。哎，这人就一直在这红那个地方就一直待。好，这边他就打红了，你看着没？我们根本拦不了他。你先能杀我一回再说吧。嗯，你把我秒了。喂，脚啊，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意思？神志不清了啊，急了，这么不无敌了吗？生气了。
来过来。哎呀，哎呀，我操！快走，兄弟，快走，大走，大走，大走！这边跳弹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！你这闪现还是可以的啊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茫茫焦土，快走！再见！可以啊，好好，哎呀！再见！我回家了。护甲三件套，现在我跟他打，他打不过我，他这边打不过我，他能跟不跟我打啊？打的话可以跟他打。Rampage。真鸡巴能躲，那洛克萨斯自走可太能躲了。你可太能蹲了，真的，你是真能蹲，你这个人，这人是跟地鼠一样打洞，在那里硬蹲。不过了，是不是？白也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，是猴子呢。一切要从落手上头那波说起，他这给机会膨胀了。等个三十秒，他妈打架啊？什么意思？好拉，哎，我这防御塔，我操！没完了，啊，又没完了，那落手啊，我估计大概率可能是在草丛里边，可能蹲了这人。包女儿搁旁边负责勾引我，她就负责在这打洞啊，打个地洞，搁那一待。你勾引吧，浪费你自己的时间，你在这浪费你时间。你瞅着没这人，我就说了，这人可能蹲了，老能蹲了这人。你先能杀我再说吧，你。我先给你个手。我打死他。你可太能滚了，一直滚，全速前进了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。不蹲死人，誓不罢休。
家的下路还可以。蓝不太够用，掐个蓝。歪来啦！亚索，亚索，亚索掉线儿了。啊，没掉，没掉线，那就死了吧。你咋那么能扎呢？你再扎一下来，你再给我扎一下子。我引你很久，你他妈咋的呀？你咋那么狠呢？你狠啥呀？我不闪现吗？要劈我，兄弟们，他劈不死我，快快快快！物理伤害打不死我，我这老六了。看有没有蓝？没有。给我发现了，那给他吧。收到。这不是卑微。那人家刚才上路救你那一波，你不得感恩一下啊？那你这人忘恩负义吗？这不是？那做人能这样式的吗？当然。可以，不干了。米其林轮胎，还想劈？死道人偷移速偷多少？三秒与这个减速效果等额的移速，那你就直接造成30%3秒的并对目标造成持续3秒的20%减速和偷体移动速度就完了呗，还他妈还底下还。来获得持续3秒的与这个减速效果等额的移动速度，这他妈多了裤子放屁，在那费事。
走吧，兄弟。回家了。打人不动啊！谢谢东北大吃花。他现在指定是不服了，肯定得干我。我叫个大号，有点生气，没打死。